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，并且要被杀，但第三天必要复活。他又对众人说，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。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，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这人必能救得性命。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，却丧失了自己，或赔上自己，为他有什么益处呢？